说漏嘴啦，岳云鹏疑似有三胎儿子，十月岳云鹏的外甥李小葵结婚，岳云鹏到场祝贺，在为新人致辞时，他一边用手比划身高，一边说，我觉得目前我儿子，随即又住口，疑似说漏嘴，把三胎儿子的事情曝光啦。就是目前我儿子，目前我儿子，好，